去年的大水是346.2米，038就更高了。有我老唐发挖的黄土。由于有我这一点苦，水才没漫过去。哎呀，牛！走马黄河，走马黄河。今天唐师曾将继续他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的旅程。从地理的角度看，渭河是黄河的支流，但在中华民族文明，尤其是在汉民族发生和形成的意义上，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黄河。在历史上，黄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地方是黄河的三条支流，它们是陕西的渭河、山西的汾河、河南的洛河所围成的三河地区。但在今天，渭河这条曾经孕育华夏文明的河流，却正在给两岸的居民带来不断的灾害。现在这事儿看起来就很荒唐，在我车轮的边上一艘鞋船，这鞋船呢就是长得很像鞋的，居然在路登了路，和我的鞋在一起。在我周边都是被大水淹了的棉花。过去渭河早在曹操那个时代，就是华阴呢渭南的这一带著名的大粮仓，但是修了三盘峡水库之后，黄河的水位就提高了，因为三盘峡水库截断了断流，黄河水位一提高，就阻挡了渭河水和洛河水顺畅地进入黄河。每年夏天雨季的时候，黄河水位很高，汛期水会倒灌，灌回渭河，所以昔日的渭河的这些大好的农田就完全沦为泽国。可以看见这些棉花都是被淹的。在50年代末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曾经将潼关、华阴、华县的部分地区作为蓄水区，为此从这些地区迁移了10万居民。但是在后来的建设中，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设计完工，使这些世世代代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老哥，这是您是这村的哈、啊，这叫什么村？南燕。南燕。啊。是当时也是规划修三盘峡水库迁走了的吧？啊。您家迁走了。啊。后来又回来的。啊。当时迁到哪儿了？迁到渭南。渭南。啊。渭南就是一，就是渭南市。啊。最远的迁到哪儿？我说听说有迁到什么宁夏的、内蒙的。宁夏有。宁夏有。啊、您家呢？迁到近。你宁小姐回来了。也是宁夏又回来的。嗯，当时迁到宁夏什么地方呢？您不知道，那时候您小。也不小。也不小。嗯，是就宁夏。你就迁到宁夏，那边生活好吗？那后咱们回来。那、啊、好不好？又回来了哈。
现在这些远走他乡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已经陆续的迁移了回来，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年复一年的洪水。这些回迁户的家，钢丝床、旧沙发啊，虽然破旧，但是他们故土难离，从远迁的宁夏什么又迁回来。再往里边走，可以看是红砖的房，啊，这又一层小院子，啊，还是棉花。我看这儿都是一些菜呀，啊，哦，洋白菜、辣椒。再往后面对着就是刚才我们看水淹的那些地，啊，远处就是河堤。这些在世世代代渭河边生活的人，就故土难离，啊，因为人生活的从生下来一刹那就和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后什么计划经济啊，苏联老大哥修的三门峡水库啊，啊，都试图让人们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所有的恩赐都没有大过大自然的恩赐。计划中的三门峡水库，并没有按照最初苏联工程师所设计的那样。因为中苏以后关系就不像当初那么热，以后三门峡水库就并没有完全按照当时的计划完全完成。即使完成了，当时的科技认识，像我在埃及的纳塞尔高坝也是苏联援助修建的，都有泥沙沉积和等等其他人和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到现在每年这块地到雨季的时候都存在排水不畅，或者下游三门峡库区黄河水位上提引起的渭河水倒灌，都会引起不同的水灾，影响农产啊乃至人的生命。所以每年的夏季在这一带都要面临防汛救灾的巨大挑战。离开华阴，唐世曾的下一站将是华县。不过在走之前，先要补充一下体力。在华阴，如果想吃得饱又吃得好，那来一碗大刀面和一个肉夹馍一定不会叫你失望。而吃饭的地方最好选路边的小店，因为只有那里的味道才最正宗。这是一个著名的赞团报大刀面，也看着你看啊，骚味浓香，麦丝长，调料操作多一方。讲的这个大刀面也是老百姓普通吃的，不像那些什么大酒店里那些很高级的很复杂的什么海鲜面啊什么那些面，是老百姓很吃，充饥补充能量。另外呢，这个骚味浓香，骚呢主要是指的一种汤，就像那个内地那种打卤面，外国老管那叫 sauce。 我老怀疑洋人吃饭浇在上面那汁儿是 sauce， 可能这个骚跟这个臊子面这个骚味这个骚有关，可能是洋人来中国一看中国人吃面这么吃，往上浇东西叫骚子，外国人弄不明白，回去叫 sauce 了。大刀面是华山的平民美食，名字听起来和华山一样有气魄。顾名思义，这种大刀切的面就叫大刀面。在煮好的面上浇上事先调好的油炸面酱、豆腐、粉条、臊子，再调入醋、辣子油，吃起来是酸辣可口。再来点蒜。吃过了简单实惠的大刀面，唐世曾前往这次行程的下一站华县。沿着渭河一直向西，大约30分钟的车程就进入了华县境内。华县位于秦岭东部，因处于华山的姊妹山少华山脚下而得名，距古都西安85公里，
在历史上曾是郑国的所在地。地处渭河南岸的华县和下游的华阴一样，近些年来也多次受到洪水的侵袭。那个桥呢，叫桥上桥，底下那个桥，这不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最初的桥是那个底下那个桥，那是明朝时候修的，后来以后苏联人帮着设计三明峡水库，三明峡水库造成泥沙的淤积，河床水位上升，黄河水灌进渭河，渭河再往上层层倒灌，所以赤水河也就开始河床升高。河床升高，你看我的堤岸在这儿，已经远远高过那个桥了，那桥就被废弃了。所以后来老百姓又在桥上面又修了一个桥，所以你看，就过去的桥就成了一废桥。华县历史上遭受最大的一次洪水是在2003年8月，由于黄河河水倒灌，一共有8万多房屋被毁，17万亩土地被淹没，仅有36万人口的华县就有13万人受灾。我现在正在爬的是黄河上游的渭河和渭河的支流赤水河交汇地方的大堤，我左前方就是标尺，344、345、346，这些数字是海拔高度，就说这儿比海平面高346米。三门峡水库的巨大作用就是，每年汛期的时候，逼得黄河的水停止，逼得黄河水向渭河里倒灌，渭河又向赤水河倒灌。去年的大水是346.2米，038就更高了，将近347米。这种全世界形成的那种反自然的现象，就像尼罗河水的海水倒灌一样，造成想象不到的巨大的灾难。哎呀，这些黄土就是发大水，每年发水冲来的。现在我跟这个嫂子跟大哥挖这些黄土，装上三泵子运到前边去加固那个渭河和赤水河汇合处的那个大堤。每年发水，水大的时候都会淹到这儿，带来这堆黄土，黄土留在这儿，老百姓再在这儿继续多余的土去加固那个堤坝，明年大水下来再带来黄土，再带来发大水。但是华县的老百姓就是这么不屈不挠啊。038发大水的时候也来过，那时候也不了解情况，就是浮皮潦草的采访一下，自以为完成了大任务。到了11月我又来一次，就开始对当时自己报道那些东西有点反思。转过年04年1月我又来过一次，还是，但今天就不一样啊，我纯粹来干活了。等下回再发大水，我就特得意，我就会跟我的同行说，这大堤哪一块有我老唐发挖的黄土，由于有我这一点土，水才没漫过去。哎呀，牛！